不必以金榜题名。所以他就这个就是亏心踢走，亏心踢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大小朋友大小朋友来到青安宫，孩子们仔细聆听导览解说。他是呢，这家是比的呢，哦，所以说你的太岁金星就是西单，哦，是安尼念起来了啊。你没听错，导览全程台语解说，家长带着孩子们透过台语拼音认识庙宇文化。啊，吃火嘞，来保护这庙啊，因为做大火，对不？闹火出来，哟，伊就紧去来吃鱼啊，所以才有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安尼，对不？梦神啊，好，大家讲，做伙讲一解，讲未使的梦神啊。好，咱来准备要听哦。由安家行销工作室协同基隆庆安宫、六堵慈凤宫、暖暖承福宫共同举办的基隆台语绘本亲子营，第一站来到庆安宫，透过走读及绘本说故事的方式，让亲子共同接触台语，学习珍贵的母语文化。我今年九十六岁，九十六岁，拢讲讲台语，国语我会晓听，讲会好。啊，台语讲超准的，所以今仔这个节目对我上下，啊，对我这個老师你讲我拢听着吼，啊，所以多多学习啦。咱这活动吼，甲在学校学的台语较无共款，啊，这活动是安排咱的小朋友到咱这传统文化的现场，吼，来看咱这传统文化，啊，很时就吼老师来教讲，啊，这個、是安怎讲，这個、文化是安怎有安尼的这個呈现吼。所以讲，我们是从透过这个从在地学习、场域学习的这个观念，让我们小朋友自然而然的学会讲台语。主办单位透过亲子营的活动，希望让更多民众加入推广台语文化行列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